后来一用水，我抽水马桶就噗开始发了，噗大概三到五秒钟，到头自己没雨过哎，我就度过个两三分钟的，站起来都来不及。那个臭的吧，不是一般性的臭，好像是发酵的臭，加上大风的臭，臭气难闻。走廊上已经引进这个测试管，就污水管啊，应该来了这个水平面上头。以前这边水都能下去。又堵了，我给通知疏通下的下去了，现在施工下不去了，他们那个市政的官网有问题。出水口被水淹掉和不被水淹掉，它的水都出来，我们路面下去还有一米多的这个空余的量给它出来。像房子包括这里啊，这个管道就因为这个油污多啊，基本上堵塞了，里面全部是油块结块了。因为现在天冷嘛，管道不通畅。那我说你就是料准备，走了年前都是在那个桥下边的时间，资料都拿上桥下面，我们桥下面已经搬掉两年了啊。小餐饮的排水许可证是要办的，排水许可证呀？对，许可证。这个我还不太清楚。